让太爷路不好走啊，你不会慢着走稳着点啊？嗨，稳着点。哎，伙计，哎，稳着点喽。我的我呀七品官，想啊大娘我的在院的君，我的把那数年两托子的日半担，天涯的莫穿可悬，我的辛辛苦苦前去求官，三篇文做得好，万岁称赞，任命到河南县五品州官，到里不去两品，我想把那个严嵩见，老贼要了三千两我没的钱，说道三千也没有，这个老贼他恼羞成怒，把我剪刀保定府清源县五品州下了那个七品县官，百姓们的分的分，刚撞到衙前，大官们犯法要不成办，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？我宁叫难老的草长满，不叫我的那好百姓少了屈原，衙差们开去查看，不小啊，还跟个亲字呢、啊、如此下官堂前告我进。
下官堂呈参拜五台大人，免礼赐座。谢座。大人贵体可好？贵谢，西施领聘何时到任？7月15领聘，8月13大完人。哦，如此说来，贵县上任已经3天了。刚刚3天，在这3天之内，请客送礼，你忙得很吧？这个，贵也行。大人离北京巡查到保定。倘若有事逼着王阿芳，不如我请大人。给我爬出来一个！官家到此何事？什么？何事？你何事？我可不何事。告命夫人驾到！哦，是是是，禀大人，告命夫人驾到。有请，有我请，有请夫人。冬月春。
小丫有何赐教？结状，结状，结状，结状！耶，连个状纸都不会结，笨蛋！结状好，据高侯状人。侯夫人高明严实，状告林门恶女凶影，持刀行凶，无故杀死我子程犀牛，灭绝我城门后代根苗，望火速捉拿凶手林秀英，与我儿抵命。哎呀，这个林秀英真来大胆呐！他竟敢杀死高明之子，堂堂守备，这还了得吗？但不知这林秀英，她是哪家的将门虎女呢？是啊，但不知那林秀英是何等样人？乃是一个黄花幼女。啊？哦。你们这门堂大小官员，我都认识。哪一个小官儿，他是什么人呢？我怎么不认识他呀？贵县大人，见过夫人。遵命。夫人，不认识小官我吧？我叫唐城啊，上任才三天了。一没送礼，二没有拜客。今天我拜过五台大人，哎，我明天，对，明天还要下乡查看。我后天，对，后天还要审理案卷。我打算后后天再去拜见夫人，哎，你看怎样啊？哦，啊。怎么，你就是那个小唐城吗？唐城，唐城，这唐嘛，就是那个唐僧的唐，就是那三打白骨精里边那个孙猴他师父。城嘛，乃是成功的城。夫人，都管。林秀英刀杀我儿娘，为什么不与我把双手成？听夫人言讲，贵公子被人杀死，命下官捉拿凶手，与你的儿子抵命是吗？夫人，正是。遵命。你儿子被人杀死，可有地方取我的兵报吗？啊，无忧。再不然夫人的偏执路呀。不错。是啊，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会被人杀死呢？知道。你哪个呀？都管。我入警告也不晚呐、啊！我现在问也不迟啊！我如今就告！我现在就问！我如今就告！我现在就问！我现在就问！我现在就问！县牛县鸭，不许他人牙上岗。
到。是。慢来慢来，老大人，高明夫人能月牙上高，难道说民女就不能月牙上高吗？这是否问他状告何人呐？问他状告何人？民女状告何人？状告唐知县。啊！快把他轰出去！慢来，轰！让他上堂。你往里轰！民女上堂。哦，是你？你不是告那唐知县吗？他在哪儿？我告你个老贼婆贱人！二雷神经收拾宝剑就要行凶，杀人灭口毁灭罪证，藐视国法，母朝廷报效光堂，你成何体统？咦，啊呸！你这官小职位露水党的前程，你这小芝麻官儿，这里边哪有你说的话？啊呸！老家伙，这几句说了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。他说的官小之位露水打的前程，我还是个小芝麻官，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。不信我得问问他，这里边到底有我说的话没有？夫人，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？没有你说的话。你可要记清楚，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呀。老娘我记清楚了，这里边儿就是没有你说的话。好，民女上跪。民女上跪。陈庄上来。是。
院的人。好，撤下东门新房。慢来，老大人这一命令，说我们审问不了他的官司，是怕我们贪赃枉法，并非有意藐视老大人。以本人看来，这一命令定有邪恶的冤枉。望王大人身存不明，在动刑不审，王大人开恩。贵县请起，免刑。谢大人。狗官多话啊。夫人，你说什么？狗官多话。不敢，就多说了这么两句，免得女子一场毒打。哈哈，见笑见笑。端庄。大街之上，咱倒没有看见剑帖呀。是啊，可恨老狗，命你暂押儿房。可恨老狗命宗子娶行凶，贼子强民女，豪杰抱不平。就来林秀英，此案若是要人证，长沙府内都是情。好，厉害呀！接着接着
你看下官年迈，烟花儿沉，此案一批东司衙门审问，请夫人放心。嗯，去吧。谢夫人。哎，老大人，老大人。哼，哎呀呀，厉害呀！哎，老大人。死了啊！嘿，贵县过来。哎，大人，贵县这两张大状，关系重大，暂凭你押审问，依法公断，大人请便。等，你往哪里一走？我的官小芝麻蛋，红薯皮我要寄出你四两银。这倒也是啊，这两只大壮五台大人都不敢审问，偏偏披在我这个小衙门里审问。有心审问，说的官小之位，露水大的前程。我还是个小芝麻官，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。
有谁说的话，请来先说两句吧。鸭子们，走！好。原被告提起，带到。是。带告你都。我头戴金冠，身穿高服，哪个敢近我身？双腿悬石。太爷，他说他头戴金冠，身穿高服，哪个敢近他身？双腿悬石。太爷，我戴不了。戴不了。戴不了。哪来？是谁说不带我老爷的刑具呀？就是老娘我说了不带你的刑具。你为什么不带？小狗官，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？夫人，你也忘了王是犯法与民同罪吗？你这小小七品芝麻官有何资格把我关？我官巧权柄文章宽，无杀并非金钱权。你家住在清源县，我就有权把你关。我乃是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夫人，你管得了吗？你无罪是诰命，犯法是百姓。我是你父母官，你不带就不行。狗官，狗官太逞能，当敢索诰命，我个个知道了，你狗命难活成。别说你是老诰命，娘娘犯法也不容。太爷，人家早跑了。哎啊！和尚，鸭子们呐！诰命夫人走了，这场官司他是不想打了，也不想给他那宝贝儿子报仇了，我们也倒省事儿了。我说来呀，让林秀英房老子们大叫回呀，夫人下官不冤从了，大叫回呀。夫人一走，这张官司没有冤家，我还问个什么呢？啊，谁说我要走啊？这场官司老娘我要打到底。听夫人之言，定要与贵公子报仇啦。杀子之仇焉能不报？此案就报在下官我的身上。你看这案院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。哦，到哪里去问呢？我还得回到我的小衙，坐在我的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啊。怎么还得请老娘到你那小小的县衙吗？为了给贵公子报仇嘛，只好请人老人家辛苦一趟啦。巡抚衙门尚且不放在老娘眼里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、不错不错。称呼，来，大家伙伺候。不对，老娘我先回得府去，谢谢谢谢，点心点心，然后再到你那小小的县衙。夫人善酬信用，回府封口公口。老诰命，你可是入了我的瓮了。老诰命，你入了我的瓮，我要你查的吃南北蛋，我的芝麻小鬼的要做奸，坏的鸭却是诰命呀。
准请啊！请啊！诸位吃好了没有？吃好了，咱们升堂吧。好，好，升啊！你在真会做呀，你下来，你坐在堂上不像样啊。老娘坐坐也无妨。哎，夫人，你还是请下来打官司吧。你敢把老娘怎么样？夫人，你往堂上一坐，这场官司就没法问了，那么公子的仇也就报不成了。我就坐在这里看你审问。夫人请看，李丹我也收到，是非我也明了，下官心中有数，我管教他法网难逃。只要你心中有数，那好，我下来你问吧。好，与夫人打坐升堂。莫雷萨，夫人莫怒发，五台老大人把官司批休的，依我不贪赃，二来不买法，贪赃没王法，百姓们把我查，点起一把火烧我的后官的，有何冤枉讲？太爷。常言道，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呐。如今我是文官，你是人犯，啊，下官心中有数，夫人把心放宽，我问案还要提名道姓，夫人还得受点为难呐。心中有数，倒换罢了。这，哎呦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有数吗？啊，你儿子官拜何职？我儿乃是堂堂守备。命运，你竟跟傻子告命，这次堂堂守备，这还了得吗？太爷呀，你女手无寸铁，怎能杀死他子堂堂守备？是啊，夫人，你儿子再草包也能打那个骑马十来个呀。别忙，我问你，他儿子为什么死到你家？那他去你家干什么去了？他子二次到我家抢劫。夫人，啊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不要怕，不要慌，慢慢想，你快点进。啊！都滚！我的儿找他去评理，他领家拜做一仆役。
这70岁的老汉会管一个仆女吗？啊，这17、18的大姑娘会管一个仆女吗？这，你的仆女叫什么名字啊？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啊，叫秋香。秋香。哟，那不是你的秋香吗？你怎么说让乖了？哎，秋香尝尝，不要害怕。见过太爷。秋香，是谁把刘安打死的呀？打死，是我打死的。你为什么打死他呀？那是我的夫人。哦，不懂大姓梁，你不懂人。把秋香站起来。哎呀，太爷，我说呀。好，说吧，说吧，说吧。俺夫人命我将刘安打死，是我不忍心下次动手。我夫人就夺取我手中的棒槌，将刘安给打死了。都是真的吗？那是我亲眼看见的。好，雄起手寸，花弓。秋香，花弓。秋香，死丫头！今天算叫你把我给整死了啊！我还打啥官司啊？回得府去，老娘我活活累死你！哎呀，太爷！哎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双板打算毒辣呀！啊，哎，秋香，你别在他家了，别在。哎，嗯，哦，你，老板头，太爷，有银子没有？钱借给我借的呀。我就是在借的。我还你呀！啊，太爷。我这还有2两嘞。哦，哎呦，太好了，我下个月还你们啊。不用还，不用还。哎，秋香，拿着回家去吧。太爷，你记住吧。太爷，你记住。我在这儿呢。嗯，你在这儿嘞，我早都看见你在这儿嘞。哎，秋香，我这里有2两银子，回你家去吧，别在他家受气了啊。回家去吧，太爷。回去吧，秋香，秋香，你上哪儿去？秋香，你给我回来！干什么这是？夫人，请过来。哦，秋香，你说，呸！哎呦，秋香！狗官，为何把我的秋香放走啊？啊！夫人，放走秋香，不少一个人证吗？夫人呐、啊。我可这都是为你好啊！啊，小唐城啊，小唐城，我咋越琢磨越不对味儿了啊？你可不能拿着胳膊肘往外拐呀、哎！你要是真的心中有数，快把这个民女处死，与我那儿子报仇！太爷呀，他自成心牛，乃他府管家称呼所杀，与民女无辜。都是真的吗？若有半句戏言，任凭太爷发落。好，小贱人，你敢血口喷人？住口！你住口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心中有数吗？你案情大败，本钱自有公断，你去下堂听传听审。多谢太爷。啊！小贱人，别给我跪了！小贱人，别给我跪了！没有白送啊、哦！我不把你收，你能来上狗？啊！你这小狗官呐、啊！你真是个骗人精啊！狗官，老娘我今天非跟你拼了不行！狗官，杀！你找家伙吧你！狗官，哎呀！你不行！你
干什么一稀里哗啦的？你跟不行，老娘我今天非跟你拼了不行！老娘我跟你拼了不行！你个狗官！哎呦，你稀里哗啦的，你跟这狗官，你把凶手放走，你与我那儿子抵赖啊！我凭什么给他抵命啊？像这样的歹徒死了活该，没有棺材。狗官，老娘我今天跟你拼了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老娘我跟你拼了！狗官，你哪行这？说着说着打上来了，真是岂有此理呀、啊！你竟敢大业界的欺贫县官，真是兔子大餐，无法无天！你也别打，你也别吵，咱俩不在这儿说，到哪里去说？我坐到哪里边，咱俩再说。你坐到哪里边啊？也不敢把老娘我怎么样、啊？我往哪里边一坐，你要再不招供，我就敢打人。我比猛虎镇上岗，你比草窝里黄鼠狼，正刚回头来蹭羊，一口吞你见阎王。哈哈，老爷，你说什么？你比猛虎镇上岗，我比山东武二郎。现在你头上来层烟，打不死你我不心疼。呸呸！是，哎，我的帽子嘞，我这。太爷在这儿呢。你真是岂有此理呀、啊、你啊！升堂。少爷是谁杀死的？那是小人物。林修生是谁勒死的？那少爷林永安是谁打死的？啊，那是俺夫人打死的。华公，称呼，称呼，华公呼。夫人，我可顾不了你了。高奴才，为虎所伤，家祸于人，贼寒作贼，陷害良民，打入死囚，奸奸忠臣。听见了吗？老娘我都听见了，今天这场官司老娘我包了，你敢把我这一品告命夫人怎么样？大胆的奸臣，你让全市众子心中连城而鸣，罪加于等。狗官要发疯，竟敢身告命，你胆敢动一动，抄家灭门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大理寺公文道，大理寺公文道，请请解码。哎呀，杜将军呐、啊，跪下！堂堂听命，来，谢罗侯之妻，告明严氏以仗权势欺压百姓，强占民女，连伤二命，定国公，许老千岁，奏明圣上，万岁御品大理寺后。
理寺责令清源知县唐城速将此案申请问明，连同一干人犯押解进京，不得有误。准备，将军请到官驿吃饭。朝中事忙，告辞了。好，到北京我请你吃烤红薯。好好好，再见再见呐。这个老杂马又来了。哎，老大人老大人，贵县执法严明，不畏权衡，爱民如子，廉洁奉公，我等前来何去？众位大人，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，我的衙小一次少，先请你们两边站。稍事申告明，请你们把戏看，唱到热闹处，众位大人掌声要彩火遍呐。我等遵命，我要坐堂理事啦。请贵县理事。好，那你们就请站吧。夫人，大理寺公务一道，咱们一块进京吧。圣上不明，大理寺断案不公，老娘我实难从命。什么？竟然说圣上不明，大理寺断案不公，你来看呐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抵赖？你还要王法不要啦？老娘我不要王法了。老娘我今天你竟敢私会公文，报效宫廷，今天再不把你严惩严实，哈哈！哎呦，我是那老公公，呸呸！你过来吧，人，拖去凤冠下配。是不是你？夫人死了给你买棺材，给你买棺材，给你买棺材。